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左晴。今天是2021年1月2号星期六，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JL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那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多是晴朗的天气，不过这几天呢，全省寒冷升级，今天也同样不例外，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温仍然在-20度左右，白城、松原、吉林白山的最低温将达到-23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中西部地区2到3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2到3级偏西风。今天长春多云，最高温-15度，最低温-21度。这个隆冬时节呀，寒冷已成定局，所以保暖才是重点，各位出门一定要记得适当增添衣物。好，了解完天气，我们来看新闻。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首部民法典昨天正式施行，这部被称为是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是我国第一部法典，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到离世都离不开民法典的保护。民法典实施之后，我们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一起来了解一下。首部民法典共7编，依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负责。民法典实施后，我国现行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将同时废止。新实施的民法典中，平等与保护是贯穿始终的立法精神。民法典实施后，胎儿的利益受法律保护了，胎儿也有了继承权。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降到了8岁，未成年人打赏主播和充值游戏必须退回，宣示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规定成年监护制度，增设专章规定居住权，以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此外，民法典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回应了当今社会的现实需求。民法典单独设立人格权编，公民的隐私权、肖像权等重要权利将受到更大保护。针对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发展带来的侵害个人信息现象，民法典规定了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人肉搜索和短信电话骚扰将承担法律责任，数据、网络虚拟财产将纳入保护范围，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有责任预防性骚扰。近年来，高空抛物、坠物事件造成的悲剧屡次发生。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并细化各方责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从昨天起，我国对883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从2021年1月1号起，我国将对883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我手里拿的就是调整后的进口商品暂定税率表，从上面可以看出来，有不少商品都和咱老百姓生活和国家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那么有哪些商品享受到了进口暂定关税税率的优惠？为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对第二批抗癌药原料、特殊患儿所需食品等实行零关税，降低人工心脏瓣膜、助听器等医疗器材以及乳清蛋白粉、乳铁蛋白等婴儿奶粉原料的进口关税。与此同时，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国内生产需要，支持国内新基建和高新技术产业生产，降低燃料电池循环泵、铝碳化硅基板、砷烷等新基建或高新技术产业所需部分设备、零部件、原材料的进口关税。此外，为促进航空领域的国际技术合作，对飞机发动机用燃油泵等航空器材实行较低的进口暂定税率，降低柴油发动机排气过滤及净化装置、废气再循环阀等商品进口关税。在这次关税调整中，第二批抗癌药原料也实行了零关税。据了解，目前我国肺癌、食管癌、胃癌等发病率较高。2019年，我国对第一批抗癌药原料实施了零关税，覆盖了很多高发病的临床使用药品。
专家分析，抗癌药原材料零关税的利好政策有利于提高药品在患者中的触及率。那么这些肿瘤它在确诊之后，紫杉醇是基本上是必用药物，那么它进入到零关税名单之后，我想它的价格降下来，会使更多的患者能够用得上，我们的医务人员呢也会更方便的去使用这些药物。2021年，我国对第二批抗癌药原料实施了零关税。在这次新调整的进口商品暂定税率表中，夫奎替尼、泽布替尼等多种高发癌症用药的原材料也位列其中。关税税率的调整，在惠及患者的同时，也将刺激市场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国内药品供给质量和水平。其他的销售成本那么核算，那么我们通过医保的一些谈判呐、等等这些环节，势必会给我们肿瘤患者带来更大的益处。长期来看，合理有序的关税调降能够在国内医药产业引入一个良性的竞争环境，在带动国内药品价格降低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国外药品进口价格的降低，有利于终端用户获得真正的便利和好处。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重选结果在北京、天津、辽宁等18个省市正式落地实施，这些地方的患者用上了集采之后的关麦支架。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首批落地实施的18个省市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南、广东、海南、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首批落地的18个省市区重选产品本地库存量平均达到协议采购量的33%，能够满足医疗机构首月使用需求。其余省份将在2021年1月份陆续落地实施，争取早日让患者使用上集采后的关麦支架。对患者来说，首先是医疗负担下降，一个铬合金支架平均价价12000元，那么如果一台手术用的是1.5个支架，我们一个参保人他个人的负担经过测算可以节约7000到8000元。我们这次集采的是铬合金支架，更加符合临床使用的发展。那我们希望有了集中单量采购以后，价格降下来了，对于急诊患者他用得上、用得起这个关麦支架，对于非急诊的手术，原来的可能过度营销造成的滥用也会减少。元旦假期，全国各地交通部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保障旅客顺利出行。1月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950万人次，安排加开旅客列车543列。北京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67万人，计划增开太子城、石家庄、邯郸东方向列车29列。长三角地区预计发送旅客2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0趟，同时对182趟列车进行重联编组。南宁局集团公司对南宁去往百色、柳州、桂林、玉林等热门方向的42趟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西安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24.8万人次，加开临客25列，主要为西安北至宝鸡南、汉中等。南昌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78.6万人次，加开列车115对，其中在南昌、福州、厦门等城市间加开城际动车108对，对途经沪昆、昌赣高铁、相浦、南陇铁路等线路运行的40对动车进行重联。铁路部门严格落实进出站测温、预留发热旅客隔离席位、通风消毒等措施，实行电子客票、扫码点餐等无接触服务，部分车站实施限时候车，避免人员高度聚集。元旦假期，全国高速公路小客车通行不免费。截至早上10点半，受路面结冰影响，山东、贵州、云南境内20条高速、3条普通国道、2条省道，共计26个路段封闭。元旦假期，大兴机场预计将完成旅客吞吐量约20万人次，保障航班1700余架次。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
2020年12月31号突然先后传来消息，郭敬明和于正竟然为他们多年前的抄袭行为道歉了。要知道啊，这些年要他们道歉的声音真是不绝于耳，很多综艺节目也经常直言不讳地拿他们两个人开涮。然而这两人却始终稳坐钓鱼台，对所有的批评都置若罔闻。那么这次他们为什么突然道歉了呢？介绍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人，就是于正的在抄袭界的楷模和前辈，敬爱的郭敬明老师。郭敬明老师，抄袭界的大拿，剽窃界的翘楚，坚决不道歉界的无耻大神，令人闻风丧胆。这是在一期综艺节目上，一位选手公开调侃于正和郭敬明，而知名作家六六在一期综艺节目上则是直接开骂。那像于正这样又贪钱，对吧？这个又不要脸的，对，他也得活下去嘛，他也得活下去嘛。你肯定想不到，被调侃为抄袭大王的郭敬明，竟然也开始关注知识产权保护了。去年的时候，你也发生过这种就是作品抄袭的案例这样的风波，和你现在保护知识产权和关注知识产权保护这件事情有矛盾吗？没矛盾。当主持人继续追问的时候，被郭敬明打断。不多了这个问题，下一个吧。郭敬明抄袭事件源于2006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他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对庄宇的《圈里圈外》整体上构成抄袭，判决郭敬明赔偿庄宇20万元，在中国青年报上公开道歉，或直接将判决书内容刊登在报纸上。而对抄袭行为，于正曾经公开力挺，把抄袭和剽窃美化成继承和发展。对于您抄袭这个，您会介意吗？我不介意啊，因为我觉得首先艺术啊本来就是继承和发展的，我一定要强调继承和发展。中国电视剧发展那么多年了，你敢说哪一个桥段没被人用过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还有比如说郭敬明，你说他抄袭，人家告了，他输了，对吧？什么时候有人告于正抄袭啊？话音刚落，于正就被告了，告他的是琼瑶。2014年，琼瑶起诉于正的《宫锁连城》抄袭了自己的《梅花烙》，琼瑶胜诉。然而，于正和郭敬明一样，拒不道歉。然而，两位的态度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发生了转变。虽然道歉姗姗来迟，但被抄袭的庄宇和琼瑶都表示接受了道歉。对于这一人生污点，郭敬明一直希望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我能做的就是10年、20年、30年，我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去证明我到底可不可以写，或者我有没有才华。然而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从2004年到2020年，16年的时间过去了，善良的人们从来没有忘记他们的抄袭行为。12月21号，编剧于飞、宋方晶等人在微博上发布了111位编剧、导演、制片人、作家的联名公开信，呼吁不要给抄袭剽窃者提供舞台，将他们从公众媒体中驱逐出去。此后又有45人联名，共计156人参与了抵制活动。也许没人想到这次抵制行动能起到什么效果，因为这些年来舆论对这两个人的指责始终不绝于耳。琼瑶起诉于正胜诉之后，也曾有100多名作家、编剧联名抵制，但是于正根本没当回事儿。近年来，两位抄袭界的大腕频频在一些综艺节目中亮相，难道他们真的不需要为当年的斑斑劣迹赔礼道歉，而依然可以风生水起，甚至以人生导师自居吗？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正是因为他们登上了综艺节目的舞台，也终于暴露了自己的死穴。舆论批评到，作为负有社会责任、文化责任的网络平台电视台，公然追捧这样的劣迹从业者，给年轻人树立了不好的榜样，在行业内、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抄袭者可以16年如一日的坚持不顾脸面，但是网络平台电视台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旦他们不敢再请这些污点艺人了，那郭敬明、于正之流的末日也就到了。所以2020年的最后一天，两人的道歉终于姗姗来迟。被郭敬明抄袭的庄宇回应，收到郭敬明的道歉，这的确是一份迟来的歉意，接受郭敬明道歉。被于正抄袭的琼瑶则说已经看到了于正的微博，希望他知错能改。于正还发文称，离开我就是演员三，潜心回归创作。
2020年的最后一天，曾经深陷抄袭风波的两位当事人郭敬明和于正，分别向庄宇和琼瑶公开道歉。虽然这个道歉姗姗来迟，但说出这个对不起，也算是在岁末做出的一个交代，给对方也是给自己。但是回过头来思考，这段时间以来，一些所谓的粉丝为抄袭者狡辩，给抄袭当事人打气，坚决拒绝自己的偶像道歉。文化行业的健康发展呼吁原创，原创是文化的灵魂，所以抄袭者不能成为榜样。行业内部对于保护原创的不断呼吁，对抄袭者的抵制，政府对版权执法力度的不断加强，都在营造着保护原创、拒绝抄袭的氛围，抄袭者注定吃不开。我们继续看新闻。严寒的冬季里啊，青岛街头出现了令人感动的一幕。一辆公交车因为下雪路滑，上坡困难，近百名乘客一起下车，推着公交车走了50多米。近日，一段近百人推公交车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网友们纷纷点赞，天寒人心暖。由于近几天受降雪影响，青岛市区多条道路结冰，温馨巴士643路公交车因车轮打滑上坡困难，车上有乘客提议部分乘客下车推车。所以不能再推，这个车还是推不动，车上有个老大爷，就说得下去帮我推推，结果车上乘客吧全部都下去了。于是街头便出现了这百人推的壮观场面，几十名乘客喊着口号，慢慢推着8吨重的公交车驶出50多米。他们就是发自内心那种无怨言那种，确实是非常感动。最终公交车到达路面坡顶后顺利前行。2021年首场精彩流星雨天象象限仪流星雨将于1月3号亮相夜空，预计这次流星雨流星的数量最多可达到每小时110颗，非常值得观赏。象限仪流星雨是每年年初北半球最精彩的流星雨，在1月初会达到流星数量的峰值，它与每年8月的英仙座流星雨及每年12月的双子座流星雨并称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它们的每小时流星数量理论值基本都在100颗以上。这次将出现在1月3号的象限仪流星雨，预计每小时流星数量可达110颗。当晚，人们仰望星空，就有望看到亮度高且略微发红的流星划过夜空的美景。天文专家建议，1月4号天亮前的几个小时是最佳观测时间，因为这段时间流星雨的辐射点会升得比较高。不过当晚的月光可能会对观测造成不利影响。通常我们称流星雨都是某星座流星雨，例如英仙座流星雨、双子座流星雨等，而象限仪流星雨却不被称作为象限仪座流星雨。天文专家解释，象限仪座的确是历史上一个比较古老的星座，最初由法国天文学家于1795年创立。不过1922年国际天文联合会在规范星座时，把象限仪座和其他一些星座从星空名单中去除了，因此象限仪不再被称为一个星座，但是命名在先的象限仪流星雨的称呼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国际方面来关注美国田纳西州发生的汽车爆炸事件的后续。当地时间2020年12月30号，美国媒体援引警方的消息报道说，在2019年爆炸嫌疑人安东尼·奎耶沃纳的女友就曾经告诉过警方，嫌疑人正在制造炸弹。警方进行了调查，但是当时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沃纳已经在12月25号的爆炸当中死亡。警方称，2019年8月，一名自称是沃纳女友的人向警方表示，沃纳正在他的房车里制造炸弹。警方随后来到沃纳的住所敲门，但无人应答。警方发现沃纳的房车停在住所的后院里，但由于隔着围栏，看不见房车内部的情况。观察了几天后，警方并没有发现关于沃纳正在制造炸弹的任何证据，因此无法取得搜查令，对沃纳的住所和房车进行详细调查。警方还透露，沃纳在1978年曾因为与大麻相关的案件被逮捕，没有其他犯罪记录。目前嫌犯的犯罪动机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5号清晨，警方接到纳什维尔市中心发生枪击的报告，前往调查。停靠在街边的一辆房车传出录音警告声，炸弹将在15分钟后爆炸。警方疏散居民并呼叫拆弹小组。
房车在拆弹人员赶到前爆炸，导致至少3人受伤，超过40处商铺受损。警方表示，现场取证工作将持续到1月1号，完成取证的区域正在进行清理和安全评估工作。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英格兰当地的方舱医院已经重新启动。详细情况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当地时间2020年12月31号，英国的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根据英国测试和追踪系统的数据显示，截止到12月23号的一周内，英格兰地区新冠肺炎检测呈阳性的人数为232169例，比之前一周上升了33%。这也是自2020年5月份该系统启动以来确诊数量最高的一周。在这一周被检测的人群中，只有16.9%的人是通过检测点实施的面对面检测，远远低于此前的34.1%。为了应对严峻的疫情，根据英国天空新闻的报道称，英格兰地区的方舱医院已经重新启用，准备接收病人。这些方舱医院位于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地。英国公共卫生系统的发言人表示，医院的员工已经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中。由于变异新冠病毒快速传播，已经要求伦敦地区的公共卫生系统重新启用方舱医院，相关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31号的报道，东京都31号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了1300例，这是疫情爆发以来最多的一天。在30号举行的东京都政府新冠肺炎疫情监测会议上，专家们就指出，新增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呈现了急速增加的趋势。东京都的疫情传播还有医疗系统状况都已经升至最高警戒级别了。医療提供体制が逼迫した危機的状況に直面している。このままの状況でいくと破綻の危機に瀕する可能性が非常に高いと。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呼吁东京市民不要举办各类新年聚会，安静地在家过节。他说，如果不能在岁末年初这个时间节点控制住疫情，东京都将直面越来越严峻的局面，到时候也将不得不申请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日本民众不得不改变过节的方式。统计显示，亲自去商铺市场采买的人数较往年锐减一半，而网购数量则增至往年的4倍。而餐饮店、生鲜商店等也增设了消毒液、防飞沫挡板等防护用品。有不少居民选择了预约外卖的方式来代替堂食。更多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2月30号凌晨，发生在挪威首都奥斯陆附近的山体滑坡，目前仍在搜寻失踪者。山体滑坡使得阿斯克镇周边道路被封，有10几栋建筑被毁，电力供应也受到影响。救援人员只能乘坐直升机进入灾区。截至目前，此次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0人受伤，12人失踪。据路透社报道，受疫情影响，与往年不同，今年全球多地经历了一个街头行人寥寥的跨年之夜。在法国巴黎，往日人群熙攘的乡街，31号晚却空空荡荡。当地居民被要求遵守疫情防疫措施，违反宵禁者会被处以135欧元罚款，约合人民币1075元。在英国伦敦，同样街头看不到3-5成群的时尚人士，只见警察在四处巡逻，敦促人们遵守防疫规定。据韩国国际广播电台31号报道，韩国中央银行近日公布一份报告，名为《后新冠时代人口结构变化条件分析》。报告发现，此次疫情在就业、收入条件、婚姻观、子女观等多方面给韩国生育率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给20至30岁年龄段人口的就业及收入带来较大影响。报告预计，新冠疫情导致的生育率变化将至少持续到2022年。元旦佳节大家是如何度过的呢？这两天我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迎新活动，让广大群众尽情享受节日文化盛宴，喜气洋洋迈进新一年。幸福吉林是溢于言表的快乐笑容。凌晨6点58分，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的珲春房川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迎来新年第一缕曙光。
人们用相机定格美好瞬间，并纷纷许下美好的新年愿望。祝祖国防人昌盛更加富强，祝愿我们家的宝宝健康快乐成长，祝福我们全家平安吉祥。新的一年希望自己学习成绩变好一点。一场新年祈福活动也在珲春热闹进行中。吉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邀请在华居住生活的50多名俄罗斯友人参加幸福吉林追寻美好生活图片展、冰雪娱乐、燃放焰火等活动，共同分享新年的幸福喜悦。在长春市南湖公园，100多名冬泳爱好者冒着零下20多度的低温在湖水中畅游，以勇者的姿态迎接新年的到来。今天那个和每一天也有不同，今天这个欢乐的气氛我们是非常非常兴奋和高兴的，希望大家就是生活幸福，万事如意。新的一年特别高兴，因为我们冬泳20多年了，我希望全长春市的人都喜欢这个冬泳，祝元旦快乐。在白城市洮北区青山镇黎明村，村民们用喜庆的联欢抒发对好日子的赞美。75岁的周国禄用快板的形式为大家讲述了黎明村近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表达了自己奔小康的信心与决心。在长春市邻里之家老年护理中心，70多位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人们欢聚一堂，与社区义工、护理人员们唱歌跳舞大联欢。100岁寿星田桂琴老人的生日更是将联欢会气氛推向高潮。通过这次活动呢，让大家呢就是团聚在一起，欢聚在一起，喜庆这个新年吧。节日快乐，老少同享。惠南县民政局联合爱心志愿者深入部分乡镇和留守孩子们一起过节，折纸鹤、包饺子、演节目，让孩子们感受快乐的同时对新一年充满期盼。我特别开心，今后要好好学习，快乐成长。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下面来了解一下元旦期间我省天气、交通、节日市场供应等方面的信息。元旦期间，我省气温比常年同期偏低。1月1号至3号，全省平均气温为-18.2度左右，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西或西南风。受疫情影响，元旦期间总体客流较往年同期有所下降。客运方面，省内短途旅游出行客流量增大，并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冰雪旅游城市。预计1月3号至4号将迎来返程高峰，通化至长春、白山至长春等方向客运班车通行压力较大。假日运输期间，客流量累计将在60万至70万人次。提醒广大旅客，通过网上售票的方式，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然后提前购票，尽量避免在客运站或人员密集场所长时间逗留。元旦期间，全省各地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精心安排市场供应和服务保障，粮油、蔬菜、猪肉等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部分商场延长营业时间。元旦档电影市场也是好戏连台，温暖的抱抱和送你一朵小红花等影片有望在跨年斩获票房佳绩。同时影院也做好准备，静待元旦档票房为即将到来的春节档做好预热。中国石油吉林长春销售分公司宣布，自2021年1月1号0点起，长春地区成品油零售价格有所调整。92号车用乙醇汽油每升上调0.07元，95号乙醇汽油每升上调0.08元，0号车用柴油每升上调0.08元。本次调价是2020年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出现的第8次上涨。一直以来，长春市空调公交车涨价一事备受市民关注。之前长春市内的大部分公交车票价都是1块钱，但是从元旦起乘坐空调公交车的话要花2块钱了。据了解，长春市公交车票价已执行近20年，低票价与日益攀升的高成本背离，收支倒挂，企业经营亏损状况逐年恶化，严重影响行业可持续发展。此次公交车票价调整范围为长春市中心城区（不含双阳区）九台区的空调公共气电车票价，实行一票制，空调公共气电车票价由1元调整为2元，实行阶梯票价，空调公共车基础票价2元以下的调整为2元，微循环线路公交车票价为2元，定制公交车票价实行市场调节价。我代表这个公交集团经营者，
我们向社会郑重承诺，在轨道交通快速发展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大线网优化调整力度，努力在服务态度、车辆更新、安全行车、车辆尾声和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实现较大进步，努力降低运营成本，接受社会监督，用好纳税人的每一分钱。此次空调公交车刷卡乘车优惠当中表明，乘客使用交通联合一卡通乘车享受减免10%票款的优惠，乘客使用市民卡乘车享受减免20%票款的优惠，学生使用学生卡乘车享受减免50%的优惠，残疾人、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优惠乘车政策暂时不做调整。其实无论是1元钱还是2元钱啊，乘客们更想看到的是涨价后服务是否能够有所提升。你比如说冬季、夏季车内空调的温度是否适宜，驾驶员的服务态度和水平是否达标，车容车貌是否整洁等等，让市民接受涨价的同时也让大家觉得票价所值。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轨道交通。长春轨道交通6号线作为连接城市南部东西向的填充线，是中心城区南部的联络线，线路串联了西部新城、南部新城和静月，所以长春市轨道交通6号线的施工进展一直是备受市民关注的。昨天记者从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了解到，轨道交通6号线又有了新的进展。长春市轨道交通6号线共设22座车站、24座区间，线路起于长春西部新城小开元圃，终点为长影世纪城。在长春轨道交通6号线南溪湿地站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大型吊车设备正在对车站的预制构件进行拼装，这也标志着长春市轨道交通3期工程首个装配式车站顺利完成装配结构施工。长春市轨道交通6号线南溪湿地车站，车站是全长286米，然后采用的是装备式结构施工，车站12月30号已经完成全部的拼装施工任务，提前5个月完成的一个首年首个拼装车站。南溪湿地站是长春轨道交通6号线22座车站中的第15座车站，6号线南溪湿地站预制装配式结构的全部完成，为后续内部线交结构施工提供了基础。下一步就是进行后续的施工任务，包括车站的一些内部结构、机电、装修等等。南溪湿地车站按照工期节点预计是在2024年。同时，现场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轨道交通6号线有21座车站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包括6号线在内的轨道交通3期工程项目均进展顺利。今天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多云，零下15到零下21度。白城晴，零下13到零下23度。松原晴，零下16到零下23度。四平晴，零下13到零下22度。辽源多云，零下14到零下21度。吉林多云，零下13到零下23度。通化晴，零下13到零下20度。白山晴，零下13到零下23度。延吉晴，零下11到零下19度。长白山晴，零下15到零下21度。节日夜晚，灯火璀璨，城市里各类彩灯交相呼应，犹如星河玉带，又似绚丽舞台。节目的最后一组长春城市上空的航拍镜头，带您俯瞰美景，感受节日的流光溢彩。